姓郑的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出去！渣男，你道歉不？哎，渣男！姓郑的，我说了我不想见你，你赶紧走。洋洋，是我。怎么是你啊？哎呀，爷爷病了。爷爷又病了？怎么样啊？严不严重？都住院了。我你打电话也不接，你说你我这一个人忙前忙后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赶紧走。欢喜哥，我们不是去医院看爷爷吗？来这干嘛呀？一时半会儿出不来，拿一些生活用品。来，跟我来吧。爷爷，你先坐，我收拾一下啊。人呢？喂，怎么又是你？莹莹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那么急躁怎么成事？听我的，今晚他就是你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今晚把他带到四喜乐宾馆304房间，让他喝下桌上那瓶水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哼，帮你，我是在帮我自己。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欢喜哥，你快点吧，爷爷还在医院等着呢。洋洋，你先喝点水。你这水。洋洋。当勇敢开始不知去向，喜欢自己当下牵着手肆意生长，影子被时光慢慢拉长，念念。